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章啊 ，PowerPoint 就是我们和波罗蜜最真最上最低无助广义无来，三是诸佛从主常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啊烦恼尘埃，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啊。上一次我们这章讲过了，这个无助无往义无来，三是诸佛从中出哈。这个地方呢，我想今天我们稍微再讲一下哈，无助无往无来，这到底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时间跟空间，往跟来。比如说呢，今天我的位置在南方，我要往北方去。哦，有一个前往，往北方。你到达北方的时候，哎，看到自己是从南方来的，西跟东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大家今天啊，都是移民来到温哥华，我们是不是从东方来到西方？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再从这边到欧洲去，哎，你要更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来往，从哪个地方来的，要往哪个地方去？所以，如果在往跟来的中间，哎，你看看，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也离开了你原先地方，就有所谓的往跟来。那这个呢？是一个空间的观念。或者呢，你打算你在中间停下来了，看一下风景呢，或者你现在呢，哎，从这一点打算要去下一点的时候呢，还没有出发前，你在那个的位置呢，就是住。你从西到东中间，你停下了，看一下风景，停下，那个叫住。这个是一个空间的观念啊，你站在那个地方，占有了那个地方，叫住。时间呢，也是一样。时间，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其实时间是一直在动的，对不对？有来有往。或者我们准备要做什么事情呢？想要达成什么？那还没有开始行动，准备要动，在时间上也是叫住。好，像我们有大德老和尚，我们会说希望他长久住世，能够在世间多度一些众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能够这个世间呢能够住世的久一点。在佛陀时代啊，佛陀时代，佛陀，他叫弟子，
哎，弟子的程度可以了以后，他就叫弟子到四方弘化。弟子呢，一路上是沿路托啊，取得食物，然后呢住呢，哎，可能是住在树哪一棵树下走走走，或者甚至有睡在那个坟墓堆的哈、啊，坟墓旁。那佛陀他其实是鼓励比丘住在树下的。因为树呢，对，有树干，有树叶、树枝，是树荫，受到树的一个庇护，有一个依靠。他呢，在那个树呢树下住了一晚，他在住的时候呢，他会照顾那棵树，啊，那四周树的四周地面呢，脏啊，有腐败啊。他会清一清，因为他能够躺下来住。然后醒来的时候，在树下打坐。那棵树呢，就是他的道场。他把它当作他的道场，常住来照顾，来爱护。那第二天，好，他要离开了，再继续往下一个地方而去。就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心里不认为，不会认为你说这棵树是我的。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在另外一棵树住下来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去把那棵树呢当作是他的道场常住来照顾。那这个呢，就是修行。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棵树，都是自己的道场，都是自己常住。以道场这样来修行，把那棵树呢化成清净的道场，清净的净土啊，来照顾它，来利用它来修行。而离开那以后呢，那也不是。这样不要有执着，不要有念，不要有留恋啊！不要说这个是我很喜欢，长得很漂亮，我把它打扫的这么干净。好，我今天白天走到哪一个村子，哎，我晚上还念念念，就回到那棵树下来住。啊，就在训练我们啊，这样啊，他的佛陀啊，训练他的弟子。比丘是这样，那我们呢？哦，我们会不会？哎，今天去了哪一个地方？哎呀，风景真是美，那地方呢，很喜欢，很可爱，就是念念不忘。哎，下一次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也好，也喜欢，也可爱。然后呢，哎，去了100个地方。每个地方就有这100个地方的印象、留恋、牵挂啊！哎，我在那个地方啊，怎么样怎么样？曾经有这样经历，哎呀，又认识了谁，又怎么样？结果到了100个地方呢，每个地方都是他的牵挂，都是他的留恋啊！这边是他的家，那边也是他的家，到处都是他的家了。又没有办法真正的照顾心呢，又挂念不下，这样就变成什么？有来有往，也有住，就通通都有了。嗯、哦，那这不一定是光是家了哈，那儿女啊、财产啊、事业啦、啊、钱财啊，都是这样。啊，学习者无往无来亦无住，钱财啊，事业，甚至家庭，都是因缘来的，努力来的，他成熟了。
恋情因缘转变，因缘离散都会有变化的。不要留恋，不要舍不得，就是当下它发生的时候，你整个生命整个身心都是在里面，你的身心整个生命都是投注在当下的时候。这个也是之前我记得我们有提过哈，叫假戏真做，是吗？是不是之前我没有提过？就是这世间的一切的现象，它都不是长久、恒长、不变的在那边存在。每一个现象的产生都是因缘的产物，因缘是不停的在变，所以呢，就像是戏，看戏一样，一停的在变化。有的时候我们演戏，有的时候我们导戏，有的时候我们是观众。但是呢，都要好好真实实的去演，才会有不断的好戏上场，自己也才能成为最好的演员。到后来，演什么扮什么都不是问题的。所以呢，这边呢，我们也练习啊，无往无来亦无助。好，下面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可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这边呢，我把一般若跟八万四千智慧呢，把它标示出来哈。般若一般来讲啊，前面也讲般若唐也智慧嘛，因为般若这个字呢，它是 Sanskrit 是梵文。那有一些佛经大家知道翻译呢，它有些字呢词呢它不翻或者是保留。保留。这边呢般若跟智慧是一个。后面呢我们也会碰到三昧跟定。因为它在梵文里头呢，在它的文化他的意思呢，我们没有办法现在中文或者是英文英文可能就用 wisdom 这个字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个他之间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这边这个不同呢，我想这句话呢应该就是非常清楚的哈。般若只有一，智慧有八万四千，这样大家都明白嘛？哈，一不等于八万四嘛，所以般若跟智慧确实是有一些不同的哈。那怎么不同呢？我这边给诸位一个比喻哈，那般若呢，就像是太阳；那智慧呢，就是太阳的功能跟作用。太阳呢是在那边是不动的，那太阳呢功能有什么？它会发光，有照明的作用，它会呢发热，会给人温暖，而且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呢，空气中的潮湿水分会减少，它有干燥的功能，因为呢它有光，所以给人欢喜、光明、希望的感觉，对不对？像北半球尤其是
越靠北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呢，光，阳光出现的时间少，所以冬天呢，很多人忧郁。那我们在北美呢，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一段时间呢，天气老是阴暗下雨，结果呢，所以就电子器材的产品就有一种电灯，哈哈，冬天的时候就把它插上插座开，人就不会忧郁。所以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还有照明的功能。太阳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白天在室内都不需要开灯，有的时候到现在夏天到七八点你都不用开灯，你都还可以看书。它有照明的功能，照明让你看见，去除黑暗，让你看见这个室内里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哪里，你认人不会认错，拿东西不会拿错。它有热，产生热能，热是所有生命滋长都需要的，然后还给人家温暖的感觉，不是寒冷潮湿的。因为太阳出来了，潮湿呢，会减少，它有干燥的功能。太多水，太多潮湿了也不行，人体容易生病，植物呢会腐烂啊。根呢泡在水里头会腐烂，然后东西会发霉，所以这些呢，光、热、干燥还有照明呢，都是太阳的功能。这个就是智慧，它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功能，孕育这么多的生命，滋长这么多的生命。那。大家知道，太阳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太阳是恒星，很常在那里。有时候呢，天气不好，下雨打雷乌云布满天上，或者是呢很厚的云层挡住了，看不到太阳。那有乌云呢？暴风雨的时候，整个天都是黑暗的，连光都没有，明亮都没有，热更感觉不到。这个就像是什么？就是烦恼。我们烦恼显现的时候呢，就是云。烦恼显现了，云把那个太阳给遮住了，就烦恼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智慧，智慧就隐藏了，智慧就没有办法显现了。所以智慧呢，有的时候是显现的，有的时候是看不见，是消失的，好像没有作用的。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人他烦恼起，没智慧了，智慧看不到了。但是不能说这个人的般若不见了，这样了解吗？你般若就是在那边，它本来就存在，它没有动。那我们烦恼比较轻或者是心呢变成沉钝了，非常钝了 ，idle 了，懒散了。心没有发生作用，就像是什么比较轻比较轻的雾或者是比较厚的白色的云层，它还是有一些光线，有一些热能你可以感受到。烦恼很重，情绪大得不得了的时候，这情绪起来的时候，别人要想要帮忙制止你的情绪都没办法，就像暴风雨、狂风暴雨。你完全没有光，也没有热，也没有干燥，全部功能都没有，那个就是烦恼情绪爆发显现。所以这边呢可以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般若跟智慧的不同，帮大家再更理清。般若是可以说是智慧的根本，
它就是存在在那里的，它是不动的，它不是靠修行完成的，它是自然就在那里的。那智慧呢？它是要从修行当中表现出来。智慧呢，是般若的一个功能。修行呢，会让我们烦恼情绪从有而慢慢减弱到无，修行呢，让我们除烦恼、断烦恼，那智慧呢才会显现。所以智慧呢，是受到什么影响？烦恼、情绪的影响会变动。所以般若呢，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有漏的。因为它会受到情绪啊那些影响，可是般若呢是无漏的、不动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哦，我想这样子就很清楚，一个是不动，一个是无漏的，那个是什么？般若，唯一的一个。那智慧呢是般若产生的功能，智慧怎么会显现？就是因为烦恼隐、烦恼伏、伏烦恼。烦恼断，所以它会受到烦恼的影响。我们也会啊，情绪来的时候讲什么话，做什么事，做什么决定，到后来自己要花很多时间去收拾或懊恼。可是没有情绪的时候，时候自己好像有一点点小小聪明哈、做的事情。对，这个就是般若跟智慧的一个区别哈，那八万四千智慧，这么多智慧啊，是因为我们众生的烦恼太多太重了哈，可能还不止八万四。不过佛经里面呢，可能印度文化就是用八万四来代表非常多哈，这么多的智慧，因为众生又有非常多的根性，我们的心呢又太复杂了，烦恼太多了，所以针对每一种不同的特质的人啊，在不同时间因缘产生的这个种种的烦恼的一个对治的这个方法，智慧去化解这个烦恼，这个就是智慧。所以当烦恼起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智慧，有智慧的时候烦恼一定是福的所以呢没有尘劳尘劳就是粗重的烦恼或者是比较浅的烦恼杂染的心念都没有，智慧就会常常显现，不离自性，什么就不离般若。我们的自性呢，清净的自性、不动的自性，它有般若，就是有智慧的功能，所以才能够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些世间的现象，种种众生的不一样，才能够给予他适当的一个回应。好，下一章，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助，不起狂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佛道。好，我们今天试着把这一章这一页讲完了。无念，什么叫无念呢？心中没有念头，是吗？心中没有念头的话，心中没有念头，那可能是死人呢。不是哦，无念不是这样的意思。无念是心中没有杂念，
请问诸位，我们心中的念头大概是什么？大概都是过去。过去的事情呢，也可能有的是喜欢在抓取，可能有一些是不愉快的牵挂没有放掉，或者是呢想未来，未来啊希望怎么样。那如果是当下看到了接触到那些呢，看到了，但是呢我们心里很快的就升起了念头，心里的一个反应，生理的反应。如果今天有般若，般若起这个功能的时候发挥作用，无论我们接触到的境界不管它是酸甜苦辣尊卑荣辱贵贱名利或损害，种种的这些境界在我们眼前显现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产生作用，没有产生任何的心理的反应，这个叫无念。这样可以了解吗？我们的杂念，平常如果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大家知道吗？有很多念头，不就是跟过去、跟未来、跟现在当下的，就是哎，身体痛，哪里不好，怎么，就是所有身心环境，哎，接触了以后，心里起的反应，那个我们的念头都是这样。所以任何不管任何境界显现的时候，心里不产生任何反应，没有产生什么心理作用，这个就叫无念。这个就是什么？真成功。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都还是清楚的，有见、听、舌、长、身、触的感觉，通通有。但是呢，心里没有因为接触了，眼睛看到了，鼻子闻到了，舌头吃到了好东西，有起了任何作用，产生了第二念。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无念，就是直观成功。无意无助起狂安，无意呢因为我们人有记忆嘛，第六识里头有记忆的功能，那对过去的事呢就会回忆啊，就是记忆起过去的事情。那未来还没有发生呢，就开始会猜想、臆想、臆测、推想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对当下呢不清楚，担忧，在想象，会臆测，就是怀疑。所以臆呢，过去未来在，那其实呢，就是对过去事放不下，对未来的事呢忧虑。对当下的事情不清楚所产生的怀疑。那如果有般若的智慧呢，这些烦恼就都不会显现，不会有。无助呢，简单的讲就是不执着。就是所有一切境界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就是清楚明白。不因为自己的喜欢不喜欢产生了种种的心理的反应，喜欢了就希望呢能拥有，就会贪着它，
不喜欢的呢，就会厌恶它，想要除掉它。那就是无意无着。不起狂妄，狂妄，我们常说，哎，狂语，对不对？狂语就是，就是狂妄的语言，就是，哎，谎言，好，虚张声势，或者是呢，自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告诉人家有。自己可能不见得做得到的事情，哎，就很狂言，哎，我可以怎么样？妄呢，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真实的情况，哎，就告诉人家另外一种，是说成不是，不是说成是，有便没有，没有便有，啊。或者是呢，十分讲成一分啊，讲成三分，讲成十五分，这些都没有，没有这些，为什么会有狂妄？自我、骄傲，这个心在作祟。请问有骄傲，是不是就有自卑？有啊，骄傲、自卑是，它是。一体两面哦，显现的东西，所以也自我的也没有啊，所谓的啊自傲或者是自卑这种心情，用自真如性，以智慧来关照。好，嗯。好，我们讲呢，真如性，真如，大家听过吧？哈，真如性呢，也就是说，自信。那真如呢，英文叫做 suchness。哎，我觉得他英文的这个 suchness 还真的，我觉得可能比中文的真如这个字还好一点哈，因为真如这个真这个字一用上去，就含有就是有一个真假真妄哈这样的 suchness 就是如。就实际上 ，such 就是这样，更直接。那个真如性就是自信，哦，自己本来清净的心啊，本性就叫真如性。那这个真如性呢，是不动的，不动的自信，也就是我们啊前面呢所讲的，就是般若。般若呢，它有产生智慧的功能，其中一个功能呢，就是观照、照明的功能。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八识动禅呢，就跟诸位提到观照啊，观照的能力。就是清楚，能够观察，能够照明。这些啊，些事物，有明啊，它需要光，可以看得出去。在黑暗中呢，我们就看不清楚事情。那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要怎么样练习用智慧干照？因为我们现在啊，
还没有啊真正的智慧了，得到智慧般若。那在生活中呢，可以练习，而且这个练习呢，绝对对我们能够啊除烦恼、减少情绪波动有非常大的帮助。功夫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只有打坐的时候练，生活中也要练习，学习用智慧感召。第一个，情绪呢，起伏呢，不要受到它影响，要减少自己情绪的起伏。碰到事情，碰到情境的时候，你有情绪，你就没有办法，心是安定、冷静的。所以我们碰到事情，不要用情绪来处理事情，不要用意气来处理事情。有些人呢，他的个性是讲义气的，一听自己的好朋友、家人说什么人什么人今天讲了他什么，听起来很不服气，他马上就火就刚就动起来了，就好像要去找人论理跟拼架。诸位知道吗？达赖喇嘛科学家的那部片子里面，他就其中五个部分呢，就是科学跟佛法印证的五个区域。五个大区块，也是现在呢，人类呢，在科学界最重要的发展的五个区块，其中有一个是心理学研究人的问题，它里面就讲，那个呢是专门研究情绪的一位大师，他研究人的情绪30多年，他说到现在呢。还是搞不清楚，没有办法知道情绪是怎么起来的。情绪太复杂了，人怎么会有那么多情绪？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他发现到，确确实实的，他说，人情绪起来的时候呢，情绪起来的时候，整个被情绪笼罩，然后就会有相当一段时间啊，好像被金箍罩整个罩住了，所以外面的讯息是进不来的。就是当我们人情绪起来以后，突然就盖了一个那个枪弹不入，然后什么讯息、什么见闻觉知，全部都好像就完全 shut off 的那个，在一个完全的一个。被罩住了，所以外面的讯息，人家讲什么、劝什么，你根本整个都没有接受进来，就在那个网、那个整个被罩住了一样。他说，人情绪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会有一段时间，所有的讯息、所有的资讯都进不来。所以人情绪起来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完全就是在他那个情绪的情境里头，所有的讯息都不进不来，这个是科学证明出来的。然后这个时间长有长有短，那当然了，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嘛，让我们起烦恼情越大的时候，这个照的范围是越大，有时候波及无辜的人，然后那个停留的时间更久，人家讲什么都听不进来。所以呢，情绪、意气，意气是什么？意气就是带着情绪的，带着自我的情绪，带着自我的情感出来的嘛。它本身就是不客观的嘛。所以意气呢，它不是一种清净、纯净的一种情绪。它是带着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情感啊，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冷静，不受情绪
更不要意气用事。然后其次呢，客观，就是不能站在自我立场来处理，来做这个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发生，每个人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呢，要多从别人的立场，多从别人的感受来看待这个事情，这样我们才不会有偏颇，才能够照顾到的人，照顾到的面向会更广一点。第三，要慎重处理自己的事情，你草率一点还没有关系，因为只影响到你自己。如果你今天处理做的一件事情影响到你的家人，比如说我今天处理一件事情，我处理的不好，我影响到整个我们温哥华道场，包括我们的常住，包括我们的信众，对不对？那今天还要照顾西雅图跟多伦多，所以我头脑一不清楚的时候，我做的事情做了一个决断，就影响的更多。当这件事情影响的人更多，这是一讲空间层面，还有时间呢。所有做的事情，它都有力量，就是业力。三天五天，三个月，三年，三十年，要慎重。不能轻率，没有办法慎重是什么？第一个嘛，心态就是轻率的嘛，就是你的观照能力没办法细嘛，就是看的都是很表面、很粗浅的东西啊，所以你觉得哎，怎么没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办法按耐住。就是安忍的功夫还需要多加学习，你没办法忍啊，就这样了，就是这么着一刀切，那最容易了，是不是？因为你安忍的功夫要练习，你才有办法慎重啊，按耐得住更好的时机，更好的因缘，做这件事情可能对大家更好，所以就要慎重。那第四呢，就是要仔细。仔细呢，就跟观照能力有关系。要仔细一点啊，你就照顾的更能够整体，更能够全面。啊，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啊，即是见性成佛道。所有的一切现象、人事物呢，啊，没有生。贪着，想要拥有，想要占有，就要取得，然后呢，舍，哎呀，不在乎了，就给你吧，在乎，越是在乎，越是喜爱的东西，就要练习，尽量去舍，这样才练得成哈，不取不舍，这样呢，无此法就是见性成佛道，就是般若呢，般若行呢，修好修成功了。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